那里有画面的修了它。 这边有点变形了，这边。扎进去了，一下。 就这是，就侧面我养的，这是吧？嗯。哎呦我去！扎的有点深了。嗯。这整个面都在肉里，就是这个肉太高了，应该是。 好点了是吧？好了，你这个我感觉应该疼了快一个礼拜了，是不是？来修的有点晚了，这是哈。这会儿时间有点长，应该是。我寻思侧面无所谓，长出来就好。嗯。你看其余的指甲长得都挺长的。 这边指甲也压了个印儿出来，嗯，这边指甲也压了个印儿，但是没有破。